博育中学，温哥华卓越寄宿学校。Botwa High School in Vancouver。狮门医院基金会将于9月19日下午3点举办全新的线上慈善活动“爱心会狮门共荣庆团圆”，与大温居民欢庆中秋佳节，并为狮门医院筹款，帮助医院采购第二台核磁共振扫描仪。狮门医院基金会亚裔咨询委员会呼吁民众支持医院完善医疗资源，更好地服务社区。还有找我们的居民能够包括我们从我们医院康复的病人能够更好的来回馈社会，能够为我们的社区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医疗资源。观众除了可以在活动上欣赏到精彩的表演外，更有机会了解医院不同仪器的功能和作用。来宾呢可以在网上拍卖，同时参与我们最大型的50/50的大抽奖。大家呢在向亲朋好友送上中秋节礼物的时候，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狮门医院。目前狮门医院只有一台核磁共振扫描仪，医院急需购置第二台仪器，减少患者轮候时间。因为诊断的延迟将代表治疗的延迟，这个样子会大大增加病人痛苦，这是我们希望可以改善的地方。凤凰卫视苏慧文、易明江，温哥华报道。